普济殿古名或者普济寺，听讲是明朝的时有一位王爷，为着要感谢地府王爷的神魂，特别贴封才变成普济殿。南普济殿哦，前是普济寺，来一个普济庙，啊来一个普济殿，寺当初是关不住，然后庙当中是地王爷，来到这大王爷这地方，所以叫做普济庙。不过殿是临泉王安，常常拢会也过咱台湾时拢会在这泡茶，然后来泡茶当中有高音感。哦，林俊宏，那个咱府城内底办代志真顺利。不过伊来，搁要来感恩地王爷的神恩，所以啊，地王叫威灵王。所以咱台湾全省为了威灵王就是咱家呀。所以王的大所在，啊，叫做殿，叫做普济殿。地府王爷坐镇府城，非常的灵性，不比地方的百姓，替县城消灾解厄，变成当地信仰中心，嘛是台湾头一间威灵王祖庙。